了啊！日月教的魔头死了。哎呀，谁能想到东方不败也败在别人手下？据说是被灵狐大侠杀了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火烧圣地，伸手可及。灵狐大侠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没兴趣。沈莹莹，你也没兴趣吗？有人在黑木崖等你。灵狐公子，别来无恙。东方，你没死。怎么，你很失望？是你抓走了莹莹。是或不是，能奈我何？灵狐公子，认真点儿。哼，如你所愿。啊！到底是谁？你希望我是谁？千秋万代一统江湖，千秋万代一统江湖。你这一手可是连我都算计了。你不是很满意吗？哒哒哒哒哒哒。